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卡，又见面了。我哋远喺世界另一个地方，阿富汗，好似阿富汗啦，同埋好多其他国家，女权真系高涨唔起嚟。即系近排见到塔利班转手阿富汗嘅政权啦，接受啦女性嘅平等机会或者会唔会唔受侵害嘅权利。佢哋讲咗句我都觉得几有意思嘅嘢，喺女性喺我哋阿富汗咧系都会有平等同埋有唔同权利，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面巾嘅款式俾佢哋选择嘅。系原来佢哋嘅自由只是可以揀我的头巾的款式，是不是真的女性是、你就是一个生育的机器，或者你是一个就是要服侍男人呢？那、又好像不是那么公平。但是在这个这么 balance 的状况下，那不如我们又 check 下一些、女权低落的地方，来看看他们的、女性會不會走得更康莊一啲，個條路會好一啲。好，開咗牌，我哋會見到現在嘅牌咧，係一個叫做劍伯嘅一個牌嚟嘅。佢係有人綁住曬，有啲規範，有啲嘢綁住佢，同埋側邊好多劍，佢喐都喐唔到。呢個係一個佢比較困難嘅牌嚟嘅，佢真係唔敢亂咁喐，亦都唔可以喐。可能對一些地方的女性，可能她都依然是舉步維艱，很快就可能是真的很傳統的男權、男性威權都是在一些國家不會消退到、資金上、經濟上是沒有一些 support 去給她們去做一些行動、做一些 event、做一些活動的，那令到所這個漫長的爭取女權的事是那邊的女性可能都是習慣了，她們有一個根深蒂固的思想，她們需要為她的信仰或者信念而犧牲。那這個是一個、她們甚至是她們的女性的選擇，我不敢說這些好還是不好。重新，那她們現在是真的寸步難行，也都牛了在這裡，似乎那邊的女權的推進呢是未有那麼快有一個顯著的進步，或者是有一些什麼決定性事件出現，是沒有的。現在其實見到牌呢，它都未必會是、女性可以入讀大學的權利，或者是一些受教育其他的自由工作機會等等，都是應該是會比以前倒退，還有規限也都會實在實在很大。你好啦，我叫 Tony 啦，咁就點解會認識呢個敏迪呢個產品呢？就因為係一個機緣巧合之下呢，就朋友介紹嘅，咁先頭初初就半信半疑啦，咁後尾呢就因為我就決心一試，咁試咗之後呢就發覺我個氣管敏感同埋嗰個症狀呢就明顯地改善。咁因為原先咧就係我呢個氣管敏感困擾咗自己咧就15年以或者以上噶啦，咁每日都係臨瞓之前或者瞓醒之後咧都氣管敏感嗰個情況咧都好嚴重嘅，甚至乎咧嚴重到係要靠藥物啦同埋呢個噴氣啦就先可以改善到。咁結果就試咗係大約係個半月時間左右咧，就明顯地有個改善，改善個情況咧。每日瞓醒覺或者臨瞓之前咧，個器官敏感情況咧就消失曬。咁我覺得係呢個產品係值得信任嘅。基於呢、這個我食咗呢個產品，呢、這個敏迪呢個產品呢個效果咧，我就對呢個產品有100%嘅信任嘅。咁而家我都會當一個見到朋友有呢個情況啊，器官敏感或者皮膚敏感咧，我都會當一個即係分享俾佢聽，就話俾聽啊，呢個唔係藥物嚟嘅，係呢個健康產品，係對即係我自己親身試過係有明顯地效果同係一個好嘅幫助嘅，我都會繼續推薦俾朋友食嘅。植物提取物必須要空肚服用，保健食法係每日2粒，進階食法係每日8粒。我哋敏迪里面嘅提取物嘅主要功能有阻止皮肤痕痒、皮肤过敏、主副手，对皮屑脱落同埋气管过敏都系有帮助嘅。产品查询热线6907
8666，门市地址九龙长沙湾永康街55号金百盛中心7050。